因为这个建筑物高嘛，很远地方来照这一面，然后另一栋建筑是什么？似曾相似的建筑。我说你又在挡住我了，你看的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面就叫荣耀面，啊，就是2050每年哈、啊，每年大家都一直增加它的这个门票的价钱。以前应该从6块钱，我记得应该是5块半6块。OK， 你看这个小心扒手就在你旁边，扒手一堆的扒手。说 telephone 了。这些多有名啊！盛家堂。La tecnologia da loro non si risparmia. No.
左手边这边有三个这个会在这边的这个矿山。